我是鸿飞，我现在在安徽省的太和县，然后这个位置呢是在太和县大戏院的斜对面啊。然后好久没有吃格拉条了，今天呢来这里尝一下格拉条，这个精致格拉条始于1990年。好嘞，进来看一下，听说这家格拉条还不错。哦，闻到熟悉的味道了。格拉条8块钱一碗，我要小碗的。小碗8块，大碗9块，还有鸡蛋汤2块。好久没吃格拉条了，给我的多放点鸡蛋。皮大美女，好嘞，来来来，我的呢？好的，还挺快的。这格拉条呢，感觉呢就像出版的热干面，它是用芝麻酱。嗯。啊？一定要搬西门，这么多经济、啊。吃格拉条一定要吃串，那明儿的烟表。